上没有腰带，穿这话还行吗？我要脱裙子。原来是裙子有问题。我又不是裙子。在运动多久？有，练餐了。我们只是懒惰，只是想说来这里放松。对啊，谁知道那么早起？把板子绑在扶手上，我们直接睡一个小时。可以在板上睡。那依你出睡吗？我目前看起来好像暂时好像没有赢。前面的坡度会是你的身高加15公分。看直径80。尊重一下自己的身高。多高啊？跟你身高一样啊。一样。身高加15公分，身高加15公分。哇，那我们都没问题了。好，都没问题，那我们还是要先穿救生衣。好啦，终于来到这片地了，大家。哇，可以吗？他们想要在讲那个海边先拍个照，等你。我们可以下去了，不用拍了。没事，那我把救生衣带。你把救生衣带到桨上面再穿。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再穿。对。安全的地方再穿吗？就是至少安全的地方穿好。我先撤落水了，我桨也掉了。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快的，扶着我的桨往返靠。但是你们发现都会有个凹槽，这个凹槽我们把我们双手勾出去，试着把你的脚往后扶，扶上水面之后，我把我们的双手往你下腹的位置拉，让身体至少一半以上上板。接着我们就压着板子，脚不踢水，身体转。人就可以上来了，加油喽！好，你要多摔几次，你们一定会越爬越顺，好吗？好。好的话，我们试着练习站起来之后，先跪吧。你的先跪，然后来衣服臀部压着，这样我们脚跟不要伸直，然后撑地板起来，踩在洞旁边。由这边往那边滑，跳，这个松掉。没有，没跑掉，它一样。不是那头，对，往绝对由后，对对对。你那个要插进去一点，因为你在空滑，要插进去一点点。但我觉得我脚好像太短。没有，因为你站着的话，你就要扶到这。欢迎外侧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站在板上感觉。滑水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把我们双手都是打直的状态，推出来之后，顺势的用你的腹部往下压，把桨带出去，用你的身体做每一次的滑水，往下压，再回蹲，握力很棒。这样板子，所以我们连下，试着利用自己的脚，左抬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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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版图上的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哎，秒黑。来，各位朋友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试着让我们的背部先做到放松后，记得脚踏平，把你身体往下压，我们先去放松我们的背部，可以吗？要手肩，然后膝盖，来到没有？我们不再做肚皮的话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看自己肚脐。肚脐怎样？看我肚脐看看。啊，对。脚是垫脚吗？啊，垫脚。脚不是垫脚，脚我踩踩平。踩平啊！踩平。我踩平我摸不到地耶。没关系，可以再往后踩一点啊。哎，很好，来。这样吗？哎，很明显不是长这样子。连这个都出问题没有？来，没关系，都没有。教练刚刚说，啊，我听到了。我们发，我听到了。他们收不到了，好烦。真不错。请问那个鸳鸯在干嘛？我要在李毅后面。好看。这个鸳鸯，教练做瑜伽是不是会想放屁？好，各位朋友，动起来了啊！核心朋友，核心。哎，很漂亮，你觉得很美。摔得蛮自信的朋友。来，尽量能够多开，我们脚能多开就多开哦，各位朋友。你的后脚稍微往内踢。后脚往内，可以靠。现在你的脚很好吗？紧绷啊，我筋很紧。抬头，把双手离开板，慢慢的让。好硬哦，我的腿。对，没有，记得起来之后，膝盖要继续保持弓箭步，各位朋友，它不会站起来，各位朋友，膝盖要继续保持弓箭步，慢慢的把躯干拉起来，用下力。对，躯干拉起来，躯干拉起来，来，先拉直，很好，再挤一点，朋友。没有，完全不太一样。我这样子吗？这样对，这样对。哦，我想到我要休息了。啊，终结掉，我心里把在开。哎，你完全不对耶。完全不行，朋友，你这跟早晨的爬坡啊没做不可能。朋友，你完全不对，朋友。前脚弯，压后脚筋，压毛背。伸直，伸直，伸直，对，可以，朋友，记住了，还有，记住了，还有，在海面上好难哦。对，它需要更多的东西。我要脱裙子。原来是裙子问题。嘿，有什么奇怪要提醒到我的朋友？我也觉得裙子。来，没有没有借的。那个可以分手无缘的朋友。哎，可以嘞。教练，你看我。有点，有点。
That's why me happy, yeah, I like it. You give me eye, love a split for me like it. You and my wife, you can never be inside you. Yeah. Hey, yeah, don't want to see no money. I just want to recognize that I'm